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能看到我视频的小伙伴们又有福了。今天我又为大家免费分享一款永久免费的 VPN，它的实测速率可以达到2万多开，看 YouTube 视频和看奈飞非常的轻松，一点都没有压力，重点是免费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下面进入正题。好了，我们来到手机端，大家看到我已经事先已经安装好这个软件，这个软件名字就叫 TONVPN，很简单的一个，但是功能非常的强大。我已经安装好了啊，这个安装也非常简单，下载安装包以后呢，直接手机上安装，直接一键点击就可以用。那么这个安装包的话呢，我也会在视频下方做一个分享。我们先打开这个软件。OK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页面是非常的简单，也没有任何的广告。那么美中不足的呢，它是英文版的，但是说这个丝毫不影响我们使用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开始和结束按钮，这一边呢是 Select Country，是选择国家。那我们看一下它有哪些国家可以选。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目前呢有5条线路啊，有5个国家。那第一个是瑞典，第二个是德国，第三个是英国，这个是荷兰，这个呢是法国，啊，这5个都是随时可以选的，随便选。打比方，我们选一下这个英国的节点，我们连点击试一下，那速度非常的快。这边变成绿色的时候呢，这边是 connect，已经是表示说已经连接成功了。OK，我们打开这个。OK，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YouTube。OK，打开 YouTube，我们随便找个视频看一下。打比方这个视频，我们点开看一下。OK，我们测一下，现在是 1080p 的。我们测一下它的速度，看看有多少。来，现在的速率呢，随随便便去了2万多开啊，现在是20518开，啊，现在是14427开，现在是16000多开，这个速度非常的 OK 啊。我们快进一下。这个播放非常流畅啊，丝毫没有压力。我们再快进一下，这个反应非常的快，反应非常的快。这个正常使用的话，绝对是够的了。我们正常免费观看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网速啊，这个网速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